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就是特别爱他，越看越好看。好久没玩小布了，之前玩 BJJ 有点冷落他们，然后就是刚才又给他们重新换了假发跟衣服，就看他就越来越可爱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最近沉迷 BJD， 好久没有玩小布了。然后今天呢，就是之前在闲鱼上偶然看到一套非常好看的那白菜小布娃衣，然后就买回来了。在这里我可能会给最短的光头试一下，然后再把他的这件衣服脱给李小五穿，然后其他宝宝就是维持原样，那就接下去。你看这两姐妹多好看，这个娃衣是我弄的，娃衣在这里，一共五点。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，然后我再把找一双小鞋子给他穿，就想买这个应该可以，可以啦。好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